随着指挥员的一声令下，一发炮弹从土堆上呼啸而出，准确命中距离4公里的目标。这样的射击方式也能精确命中目标，让在场的官兵大为吃惊。随后，记者带着疑问观看了官兵们射击的全过程。射击开始前，战士们两人一组，首先从弹药箱中取出炮弹，然后将炮弹放置在土堆上。另一名战士取出3厘米对炮弹进行瞄准调整。炮弹调整完毕后，战士们又拿出一块电池、一根导线连接好后，用胶布贴紧，就完成了射击准备。预备。